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把所有的一切都挖出来吗？你是想逼死你妈妈？是你在逼我。这里面有你和姚顺德所有的来往记录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 乔静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乔静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说你这段时间是怎么背着我藏手机，还是说你这段时间把我耍得团团转，然后怎么包庇你妈？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不易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 你说过你不会再骗我，我真是傻。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为了我改变？所有的都是假的。你说的话，你的眼神，你做的一切，都是假象。不是的，乔静。 你不是说我们在一起一辈子的吗？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反悔。你用谎言换来的一辈子，我恶心。